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, hello. 我先吃个药，今天一直没有时间吃药，因为一直吃，一直玩。真的是难吃。然后偷了一罐我侄女的草莓多多。哦，原来你是不在，所以没有办法挂台哦。哎呀，对啦，不是应该要打斗阵啦？现在是不是仓鼠有那个？还是明天？还是明天再来打？难怪我想说是要干嘛，然后看你们隔壁好像都没什么人。仓鼠还没有，是二八吗？我31号哦，那28是什么数字？啊，对，说到这个，28、29、30，啊，干，对，我西藏的取消不去了，啊，也蛮那不错，然后，哦，是星星哦。我现在这只是新手角色，只为了欺负大胸奶龙创的角色。你看，问号问号足迹，怎么会变问号问号啊？我狩猎他狩猎的很开心啊，那类问号问号，等一下。有看到这个？预备。冲啊！趴去了。哇，不见了哎、欸！哎、欸，跑好快哦、喔！以前有那么快吗？嘟嘟嘟嘟，安安，想到那个 CWT 没有去，然后黑猫有先预约。啊，怕人家跑一趟，跟他讲说：“哦，没有了，不好意思。”
就尴尬啦。好，换角色。哎呀，我竟然没有隐身衣装，可耻！更变装备，没有隐身衣装，什么？好，更。镶嵌，镶嵌，镶嵌，更变装备，不是镶嵌饰品。地质学嘛，哪个拔掉都不对耶！啦啦啦啦啦啦啦！耐充准备，哇！逆境回避，融好，融好！我要有爱榜音，快吃！天哪，这哪一个拔掉都不对。满足感、快速攻击，哇，难擦难擦，防音，嗯，我擦啥啦？回避你，哇，没得换了，又啊，地质觉得差武器，嗯，欸，真的欸，更变装备，好惨哦。
不好意思，等我一下、哦，我现在觉得我装备好烂哦。镶嵌饰品，地质学。好，我们去参加别人的，参加救难信号，自由，这个调查自由活动任务，自由，还是我们去拍照啊？哈，去拍照啊？来去拍照，更变装备。不是拍照啦，去交易道具。哎咻，哎咻，哎咻！有没有要麻痹陷阱啊？好，你很喜欢，给你。那地洞陷阱，哇，你也很喜欢它，都给你，都给你。我好偏心哦，都给他。那再一个，有没有要生命大本城？哦，又是你，好好好，给你，给你，给你。哎呦呦呦呦！没有，像我现在这个就是要跟他们交易，然后交易到后面就可以得到藏宝图的资讯，有点看图说故事。哎咻，结束。至于这个的话，哦，又是好兵哦，大一种，大一种原本就有一个了，所以我等下先去找一下地图，不地图啦，找一下宝藏的位置。N，不是 N 啊。ESC，宝物资讯，大语种，老爷爷对岩头龙的最高地点，最高地点啊，不就是我所知道的那个点？所以是一号营地走出去，威卡威卡，最高的点，冲啊！
然后右边就会跳一个提示。最高错，然后通常都会在这种东西旁边。哎，没有，在这里。叮，风飘龙的逆鳞，哇，这么棒哦！啊，然后因为这边还没交易，先去交易看看。分辨道具，怎么又是你？乙窝蜥，交换回家球。有没有宝藏资讯？没有。然后再回到森林，就这样重复、重复、重复、再重复。我想好好练锤子以外的第二把武器哦，不然觉得锤子真的要单吃的话，其实技术含量真的很高。然后既然都要练技术，就来玩台刀或超重棍。好，没蜻蜓。刚刚有人是不是还要陷阱啊？我没有理，抱歉，等我一下，我回去拿。抱歉。宝物资讯，我找了三天放弃，给我好啊！等一下哦，龙在喝水处往钓鱼从南边方向前进，不断抓住藤蔓荡来荡去才能抓到。太小，交换。哎呦，给你，
我直接去查攻略了。呼呼呼呼呼，这里吧。哎呦！直接偷看攻略。荡来荡去，然后喝水的地方。哎，我还真的没走过这里耶。喝水的地方在哪里？我看一下啊，研读一下。那你，我错过了，傻眼！我们再来当一次，当你的眼睛眯着笑，当你喝可乐，当你吵，我想对你好，你从来不知道想你。我真没来过这里耶。玩魔物这么久，从没来过这里。如果我们没注意到停在树上发光的种子，可能就无法找到了。就这样，爸爸。好，好。哈，他怎么走到的？等下，重来，重来，重来。这里吗？哦，这里啦，白痴哦！怎么都是我没来过的地方啊？这不看攻略怎么可能会知道啊？
还是没保护资讯。抠哎、欸！啊！给小朋友喝的养乐多被我喝掉了。没有啊，他买六路，然后偷偷喝了一罐，好喝。怎么那么好喝啊？气任多哥。我看到一个东西，轰隆大惊哎、欸！没有人喜欢，没有人喜欢。白痴，我给他什么？哦，鬼人粉尘哦，吓死了！我以为是给他什么，什么耐力钩爪。力量之爪啦，这样吗？交换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粉尘？没有。粉尘？有。宝物资讯。好，我们先去干掉红龙。更变装备。更变装备。啊，没吃到饭，不，没用到换到，没换到武器。更变道具，富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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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现金支付，现金就好了，最近定时。你看一下我轰隆的大金，轰隆猎人笔记。轰隆！嗯？我去哦，这里哦，有大金了哦，好，饶过你，饶你一命。更换装备。更换道具。被你逃过一劫了。哎呦。好，看一下刚刚看的。宝物资讯。再来是思思求婚的地方哦，别带瞎招，所以只写了一些相关的东西。七夕溜滑梯，蓝菇右转，藤蔓。找大便哦，我看一下哦。溜滑七夕地，谁的七夕地啊？哇，这个还有很多任务哎，我的天！蓝菇，该不会是毒妖牛那里吧？溜滑梯这里啊，溜滑梯，我看一下哦，可
看一下人家怎么用。溜滑梯荡过来，然后溜下来。栖息地，火龙的家吗？哦，大便。没有啊，这个就没有看攻略了。这个是应该在这边吧，唯一有瀑布的地方。不是啊，然后嘞，在哪里？干嘛？不是，这里，不是，哦，这里。小雷说：“先弄干身子，瀑布内洞窟钓鱼，我觉得是两个灵趣。无论做什么事情很开心，那是个回忆啊。”瀑布内钓鱼，不会要回到这边吧？哎，不对，瀑布内会不会是啊？我干嘛回来？瀑布往下跳就好了。等一下，怎么可能？这边我走得到。等一下，我看他走哪里。因为他的画面刚好，我刚好是到这里，然后往那边走。往哪边？你往哪边走？这里。嗯？就都妈的，你给我回来！这是怎样？我也没来过这里耶。太扯了吧！我没来过这欸，这边真的不错欸，想都没想过来这里欸。
哇，任务弄一弄，40分钟了。嗯。